我们来自给他和，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呢，基本上都会上音乐课，最起码音符都认识。可是这儿的孩子不知道你说什么，这是很诧异。第二个心酸呢，这儿的孩子就对美育教育、对音乐教育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然后当时就想做点什么，留下来。 在合唱团学习的不仅是唱歌，更是怎样和朋友们相处、团结。老师也经常告诉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己。 就是那种又兴奋、又紧张、又有些小激动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，享受这种通过努力而得到收获的过程。